要来看到，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呢，台湾黑熊宝宝黑糖1周岁喽。这园方呢，27号也替他办了这么一场生日派对，特别就准备了黑糖蔬果蛋糕，那么摆满呢他所喜欢吃的东西哦。园方呢也贴心的将这个呢胡萝卜雕刻成为黑熊造型的蜡烛，淋上蜂蜜。这一顿丰盛的生日大餐，让这个黑糖是吃的津津有味呢。